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，那在这个要画下一个句点，在这边我要郑重特别的介绍，十几年来，在我乐团成立到当今，有一个在幕后默默帮我们录影，帮我做最大的贡献，林宏志教授啊。十几年来，豪情纷纭，在我杜柏林十几年来，台中到处去帮我录音、剪接、做 DVD， 非常感谢他。这把琴呢，林教授去买到过的，他马上收藏了。我说只有你可以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版明年再回来台湾造访，他有答应要跟我的乐团共同演出世界金牌的哦。嗯，好，我们来期待好不好？我给林教授，我说我女儿嫁到你家，任何时候我要她回娘家，你要必须要答应我。各位听懂了我不希望说他流落到富贵人家去，要乖点来给他等来，这是基本的要求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彼此的共识，谢谢各位。今天所有节目到此结束，叫各位心态健康，家庭愉快，赞啦！好，我已经。